不知道咱们在干嘛。代理了，让我们去派出所直接跟他去谈去，所以我们把那个，给我们把这个。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都已经有要求，已经签了，就是不多对。所以说呢，好，他弟给我们打电话说，让派出所跟他本人谈。我们现在跟那个派出所那边联系，过两天我们收时间，就跟那个。都是那个，都是那个，就是他这手真太冤枉了，本身啊，现在而且现在我觉得那么，因为上次。
就是劳教一年本来就挺冤枉的，造成他的胃啊都那个有毛病了。正好那天他做了一个胃，就是切除那个就那小瘤子的手术。哎，同意那天又给他弄进去了。后来上次开店一看，这瘦的都皮包骨了。所以从身体上来说，你们也应该这个更好的照顾，更弄毛给他弄一个保外就医，对不对？这保外就医不用不是你法院可以建议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们这个做法情况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对呀、就是说你要去刚刚我再把这情况再了解一下，对呀、啊，把这个情况。你看那个第一个管子的那叫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叫什么字儿？咱这边还是这条肉花，这条肉花太棒了，穿肉花呀，穿肉花，这是。